好，看一下拳霸改了什么？五转没变，一转海龙。哇，很复杂哎、欸。好，等练那个枪神的时候，不知道会不会用到哎、欸。枪神有海龙吗？真的是爆改哎、欸！我也在研究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同声共起。大东出发。敌军还有三十。省了技能书的钱，真的得正哎、欸！哦，那些角色终于不用再吃技能书了。哎、欸，该不会清到了吧？你们好像要死哎、欸！枪神我原本就没怎么玩了、啊，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召唤兽，感觉火焰闪电。哎，这样子燃烧烧完是200等还是202等啊？你将替我行走。哦，他会升级的时候直接升到200，然后就停住了。你的疼痛相对我们来说。OK， 来看一下这一把，大东家。索拉卡打鱼人，竟然有滑板鞋加鱼人呢，挺少见的。可以啊，这一个索拉卡玩得很凶。开盘，开开开开！为什么连英雄联盟的特效都改了？现在怎么闪现跟那个虚弱旁边有个框框啊？好啊，我好像在送头。狠狠的皮他们一下，哇，这索拉卡不帮我 A 一下、欸、可恶。哎，对，这个人直接疯狂看戏，巨吃巨吃。前面能把滑板鞋打回家还是蛮赚的，对面这个组合很没料。溜喽溜喽，哎，我在上路哎、欸，啊，不然再发育一下好了。OK， 我要死了，希望你能换掉他。可以哦，这个闪还是得死。为什么努努比欧拉夫来的还快、啊？蛮赚的。这边这个兵线，哎呦，欧拉夫！出事喽！跑不动啦，人跑得比车慢呐、啊。
来啦，控线啦。丢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这个枪有一点点的怪怪。索拉卡。我感觉有人头咯。有是有了，但被围走了。大东能力怎么点？全点攻击力，点完点穿透，就拼爆发。啊，这边没有拿到人头，蛮可惜的。大东都可以玩了吗？还行吧，没被康德的时候还是可以玩。虽然后期也就那样了，我感觉现在后期还是会打趴伤的厉害一点。滑板鞋就一个鞋子哦。中路要出事啦！哦呦，升级嘞！痛哦，痛哦！他开始皮皮嘞。不过他这个组合也很难杀死我们。来了，来了！哎，对，我要死了。虽然很难杀死我们，但没有办法阻止我上去送啊。好像就不该上的，我们就发育舒服得很。哎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发育还是好。也好，接粉不当啊，感谢。7Q16。欧拉夫一来直接上头啦。原本好对线其实蛮舒服的。五幽雅宁哪两个还是得死哎、欸。索拉卡第一件竟然是武术鞋，让他打起来可能要跑不了。这边滑板鞋应该要拉人砸我了，放个眼。艾洛还好啦，滑板鞋这个组合再怎么肥，也是来送头了。索拉卡第二件会出好战吗？现在不会吧，索拉卡现在不怎么缺血。咚咚咚。那些补血的装备还是蛮强的啦，不出白不出哎、欸。努努来喽！谢大福哥哥23个月，
爽30元。鱼人在绕哎、欸。哦，大招混助攻，鬼步开启。哇，你砍这个很难呢、欸。这鬼步好像是浪费掉了、欸。危险危险，努努又来啦！守塔我们已经拿下了，努努也要保着拿下塔了。索拉卡打努努哦，其实不太确定他到底球会不会滚出来。如果是开过去的话，好像可以继续控球吗？来了，预示者拿中路。我把枪刷一刷了。努努一直撞哎、欸，走到哪撞到哪哎、欸。冰鸟啊，真的冰鸟那才是完完全全的吊打。特朗德好像也是吊打。好，现在10-8，太神啦、啊，狮子。SV 送10连，有空去领一下。OK， 有空一定去领。啊、海鲜下路，海鲜下路现在强啊！海鲜下路在收 rank， 天猛。两颗燃烧宝石哦，这么狂暴、哦！风舞占地8000了吗？我要6000多就没有再升了，感觉后面成长幅度不大，没有优先考虑。对，阿提斯32个月，我狮子乱杀喽！我吃麦当劳都吃什么？麦当劳、哦，没怎么在吃哎、欸，就吃它最新的那个吧。最新的出了会吃一下，我平常也不喜欢吃。还想跳啊？救命啊！补血补血补血！啊！呜呼，好爽，没死！睡啦，踩死他们！下一件感觉还是嗜血者好了啊。哎咻！
感谢 SID， 今天要跟小呆瓜团练的吗？有机会。希望他们可以通过第一场预赛。练了，团练本来就不好约啊。这种小比赛又没有多少人在团练。哇哇哇！一直跳哎、欸！哇！软烂喽！排位很高哦，排位很高都没有用啦。排位再怎么高，这团练基本上都是没有用的。有信心打赢 BB 那组吗？ BB 那组哦，我也不敢妄下定论，但我感觉大概九成。哎，这个人还要出来送哎，他是好像在搞鬼嘞，但我单挑也很难杀他。我跟他玩一下，看他有没有要送。来了。该送还是得送啊，但他好穷啊。也香香子十二个月。至少要给经验值啦，也不亏了。有 Cory 还能九成啊， Cory 也是九成啊，去年也是随便打。我们才需要信任，才需要我。而去年五毒的状态确实比较不好，看他们今年有没有强一点。今年的版本蛮适合西门的，有阿里，有阿里，有匿命，有加里欧，塞勒斯。这个家伙怎么只有14块啊？感觉要一路大顺畅喽。不塔杀，今年要塔杀怎么可能？哪一年不塔杀？而且打野光是刷野就已经很难了，你光是要会刷野你就要玩很久才会。哎，我们被疯狂CC哎、欸，但是还是屌打、啊，忍术定身术，一版开始塔已经变得很弱啦、啊，现在这个塔其实想越还是可以随便越的。野怪很难啦、啊。就算是 LPL 前段班的都不一定会刷野啊，以为刷野那么简单。
对面好像已经不怎么想玩了，一个一个走出来送了。嘿嘿，难道我有人头拿了？来蹲一下滑板鞋看看。我的希望 M 还有零压吗？当然有啊，我还在等开奖的那一天呢。没人呢，这边真的不出来呢，跑去吃红的。早就60在等抽奖喽。8:30团练哦，没啥问题啊。哟，斩杀！没有，收集者没触发，可惜，这样子有点太皮了，哈哈哈哈，好像在送头哎，啊哭啊，他怎么这么硬啊？135防御力。竟然是守望者铠甲降13攻，那滑板鞋装怎么那么好？哪有，他现在装超废了，还有3分钟了，第四件还没出来，他已经完全爆炸了。不是啊，滑板鞋至少得领先对面2件以上啊，不然会战就没有用了。我其实大部分滑板鞋会战都是没有用的状态，就赢不了。在 Soul Rank 的话，如果你只领先一件，是赢不了的。哦，他四件了，这样子他才算是正常，勉强能玩。但我觉得他会战也是出来就死。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来跳出，跳出！滑板鞋会战很猛，滑板鞋会战就只能长那样啊！你看没很顺的时候，世界第一 AD 姑妈也就只能打一个会战，打个几百输出，大部分时间就在旁边看着。滑板鞋会战就玩不了啊！每个角色有自己的强势期啊，滑板鞋就是纯雪球的功能角，所以他的辅助一定要选跟他搭配的。这一场他配到鱼人，只能说算他运气不太好。
哇、哦，这边发飙了，发飙了、啊！这边也发飙了。摸一下他，吸血。哎对啊，我怎么没有虚到他、啊？大概是啊，嗝屁！我也是这把一直在开送啊。哎，不要打、啊！我！哇，这大回旋好猛啊！这把能打那么久了吗？对面不投降啊！这游戏只要不投降就能撑很久、啊、至少可以撑25到30分。说真的，门牙塔没有那么好打了。你一次八龙顶多也就推到刚好到门牙塔的位置，还好、啊、如果是一队的教练，他只要把一队的战术拿过来用就可以了。职业队的战术一般打 Sorry 的人是破不了的、啊。就是我走过来再走过去，你的塔就没了；再走过来再走过去，你家就没了。根本连打架都不用打，而且有可能对线都打不了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哇，这波路野。我们好像也不用站这个点嘞。我们这样看起来真的是很像有两个打野。全军出击！啊，这样等进爪要怎么办、啊？要去吃河蟹哦。我们曾经拥有的。要干嘛？鬼蹲哦，走啊！我能感觉到。伊泽瑞尔没带 TP 耶。走啊，走啊！该不会被小兵看到了吧？哎、欸，这条鱼刚刚那样走，好像被小兵看到了、欸。没事、欸，竟然没被看到、啊。齐恩，是我。动动。我能救。来吃那一队啊、哦！来吃那一队还行吧，练一下就行了。最痛苦，刚组起来都熟悉一下就可以了。毕竟也是打过职业的，有打过职业的，那练起来速度很快。完啦，我的炮车啊！都人马发现自己上路没了，不知道会怎么刷、欸。我先放个眼。
单杀，搞了个单杀。好呗，人马应该现在才发现自己家里没了。安娜没有恐龙。哎，兵先放出来，准备跟他一决生死。想要杀掉已死的东西，杀掉强敌。好像不太能一决生死哎。不好说，能换，扁他，扁他，可以一换一，兵线完美。这样下一波开始就是追到死。光盾好强悍哦！哇，三招打两招还是蛮硬的。兵线我看直接放进来好了，感觉不用控了，我们直接囤大波过去再杀他一次。主人回来了，下路没闪咯。小兵强啊，小兵那当然强啊，原本是没有打算打到底的。但对面那也是火气很大。够了。能不能 A 到？漂亮！哇，猫肉好像是没办法了。如果一件事美好的，可以再升一级。我竟然跟中路塔龙同等了。这个人不会打一打就上六吧？来把线解了，来把线解了。漂亮，塔龙也把线全吃了。哦，还要让我回家？你以为塔龙会冲？冲啊冲啊，那加送300啊！枪分两头，一对一错，我可不想站在错的位置上。好，现在4-2，看一下每一条路看起来都过得还行。中路刚刚进爪爽超大一波的，感觉要7等打6等了。哦，他现在可以打到塔龙，或者上来扁他，哎，好凶哦！快上6了，不过我们这个组合长这样子，其实目前是蛮烈的。我打到后期打团，应该是会打赢我们的。哇！这个扛着不让他吃兵，其实有点痛哎，他这样 QQQ。我一直
我已经闻到人马的味道了，应该在屠龙了。我一触即发，可以双 buff， 这人马直接全吃呢。一换一，看对面有没有要搞越塔。这不是战争啊！哎，单杀了。这只猫猫。我这辈子最勇敢的一件事，血量有点不够。巨吃巨吃炮车，强烈要求炮车跟小兵一样的工资。我倒下，那些人员全都要给我陪葬。补大装。哦，怎么缺一点钱啊？可恶，只能卖突然剑呢。狂风之力，我的妻子已经是半个死人，没关系，我还会爱她的另一半。哦，今天睡醒之后肩膀好酸痛。让我不能安宁的不是那些怨灵，而是他们本来该有的样子。该买一张那个电竞按摩椅了。三个冰狼，我现在知道我错了。来，把线卡在这里。哎，纳米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什么打法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边人马也发疯了 ，shut down 嘞！就给他一枪吧。别来了，中路好像出事啦！但是蜘蛛拿下了三杀。哎，第二蜘蛛哦，这啥鬼？快 A 塔，快 A 塔！哇，原本可以拿下塔的，不要乱搞。我的天啊，下塔点不掉了，快跑！直接爆炸欸，这一波原本爽拿下塔转中路，然后拿龙的，这波要亏烂喽。好，现在比数8-7，这两个又死了。140进爪，8-8嘞。也想想死一个月。追到吗？我要死喽！蜘蛛，你怎么？哦，你怎么打不过他？出事了！出事了！人马下来，对他每次都是死回家，其实他蛮顺的。但我们这个纳米
也蛮送的。中路好像凉了，并没有，是直接就已经凉了。嗯，烧猫肉了。这一把这样子真的是会被蜘蛛搞掉哎、欸！守塔掉了，然后我们没有回扣拿，这龙可能也不好吃了。小场面。不创工会哦，其实宝宝现在不创另外一个工会哦，工会差很多哎、欸，你会至少差20%的攻击力。还会差10%的经验。守兵，他是一群什么都输得起的人。而且你可能会没有工会，你可能没有办法武转。伊泽瑞尔打一架好了，我这边有没有眼？有几率啦，有几率你那个心力会不够、啊。消除太久，自己的灵魂也会迷失。这边无敌了，是不是？队友扛不住啦，用心力了。哎呦，现在有这个德政了，是不是？金爪，别来偷兵啦！这个预示者有机会吧？哇！我被塔龙猫处理啦，好痛啊！直接秒杀喽！哇，塔龙是真的无敌喽！松大装太痛啦！哎、欸，加上猫还加，还加不少攻击力，应该有加三四十的 AD。我看，我的妻子已经是半个死人，没关系，我还会爱她的另一半。这还挂个猫，真的不知道怎么打了。只能看塔龙能不能自己犯病呢？什么是干净的？塔龙要是狠狠的送我们五个人头，连死五次，还是蛮有机会的。没有什么问题是脑门上的一枪解决不了的。来了，塔龙来了，绑住可以，这一套直接被双杀，跟他跪哦。什么状况？上帝被秒了。
家里要没了。啊，选这个，选这个角色有点难呐、逆风就爆炸的那种角色。卡龙他飞出来了。金爪被打没啦，塔龙来喽！啊，稳住，稳住，我们等对面赫克林断线，说不定这个猫等也会断线。三多寻狗25个月，打成这样只剩断线会赢了，希望我们两边中路直接互换 OK 吧，你断线然后你过去把那个塔龙抓住，一换一，然后剩下我们帮你们打。断一个，其实断一个就够了，这塔龙断了对面也玩不了了。那你现在沿着网路线过去直接抓住他吸吸住，我们应该能赢。再撑一下，金爪快到了，等等塔龙就不动了。金爪你怎么回来啦？塔龙跑太快嘞！没绑到。我总是会给自己留一颗。哎，塔龙好像要死喽！漂亮，塔龙死了，这样子也是死喽。哎、欸，不好说哎、欸，不好说哎、欸，说复活真的不好说了。塔龙没闪了，塔龙没闪了，但我们倒啦。当。该准备来去团练喽。啊，这一把也算是受益良多啊，就是这个镜爪打塔龙不优。镜爪配蜘蛛不强 ，OK， 又学到了一点。希望我们以后不会选出这个阵容。